該請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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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朋友，哎，多几几天？你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吗？你知道香港发生什么事吗？你会在香港待多少天？我明天就走了。明天就走了。明天唔该吓，唔该晒。你会担心香港很危险吗？你会担心香港？现在会有一点危险。不会了，平常。今天看到那个机场那么多人，会怕吗？不会，我媒体比较多。媒体比较多。对啊。你知道香港现在发生什么事吗？因为之前没有这么多媒体会。我们是很抱歉哦。我们先。谢谢，拜拜。